他只提供剪发服务，他没有提供剃头服务哎、欸。一样啊，三八啦。好，换我了，是不是？哪一位要剪的呢？我、哦。他明天要当兵。好，那坐最后面那个位置。赞哦。谢谢。那阿姨可以在旁边拍拍吗？哦，可以啊。我是你很美，看起来。哎，就不要拍到我就好了。哦。好。哎，放这。OK。嗯。So how do you want me to photo? 你主要的镜头是哪里？你主要要你娘站哪里？好，那就是全部都把它剃掉喽。嘿，对。来，阿姨要站哪里才比较不会妨碍你？你就站旁边就可以。这里哈，好。阿姨站这也行哈。瘦的都行啊。没有，在说美女妹妹，我说阿姨站这里可以，我怕妨碍她。你可以点一下屏幕，它就会就出现。
谢谢。不会。买头发。哦，好。我的袋子没有拿。好，本身。